和《论语讲要》209页，209页，从第一行开始，颜渊记录事，子曰：“何格言而知？”子路曰：“愿居马亦清秋，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发善，无事老。”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一章经是颜渊记录跟孔子啊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叫他们呢个人说说个人的志向，这个记录呢就是子路，因为他的家在家里排行啊是最小的，叫做记录。我们先看经文，颜渊记录他们两位啊师，就是陪侍在孔子的旁边。这个师呢实际上也是坐在那里了，坐在这个经文里边是叫师的，师是站的意思。那么子曰：“何格言而知？”何这个字呢是两个字的合音字，何不的意思。何格言而知，就是你们呢何不个人说说你们的这个志愿。子路就先说了：“愿居马亦清秋。”这个清字根据清朝远元的教刊的时候，那么在唐朝这个石经，唐朝把这个经文呢刻在石头上，那个字啊刻在唐石经上那个字啊，那个清字是在经文旁边的，是一个注，是注解的意思。那么再说呢，石经的早期的课本呢没有这个情字，所以远远教刊记里面呢这个在经文里面本来就是愿居马亦秋，那么后来为什么以清秋呢？是因为《雍也篇》里面下篇呢，《雍也篇》里有这个亦清秋，有这一句话，所以在这里啊我呢就是错误的把这个字误加进去了。所以说误加呢，我们讲解的时候啊知道这回事情，读经文还是这样读，还是读亦清秋。那么意思就是啊，子贡说我的这志愿呢，这个居马这个车辆，用马古时候这个一般人的这个乘的车子是马车的，用马拉的车子。还有呢衣裘，衣就自己的衣服，
秋呢是冬天穿的这个皮衣服，这些都是贵重的了，贵重的用具了，与朋友共。那么车马琴绣啊，衣服，那个我把这些可以跟朋友啊共同来使用，笔者就是朋友把这个驹马衣裘啊用破了，笔这个字就是这个用坏了，而无憾，我也没有遗憾。那么接着颜渊讲，他说愿无发善无失老啊，他说他的这个愿意这个志愿呢是发善，善自己有什么做这些这个善事情啊，自己不要表演出来，不要自己啊有什么做的有什么事情呢，自己不要说出来，叫无发善无失老，这个劳苦的事情呢不要这个施给别人，这是颜回的意思啊。两个人都讲完了，子路就说愿闻子之志，这子是称呼孔夫子的，他就说愿意啊，愿听听夫子志愿是如何。孔子就告诉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安之在这里，各位看看210页那个讲要，老者安之呢，就是抚恤老年人，使老年人呢生活能够得其所安。朋友信之，那么这个交朋友啊，最重要的是讲究心字啊，以心来对待朋友。这个心字，无论是通才、劝善、归过。什么叫通才呢？朋友。在这个钱财方面呢，周转不灵了，或者一时啊发生这个财务危机了，那么既然是朋友啊，应该就要给他帮助。所以通财呢，彼此。朋友有需要临时用这个金钱来帮助他的话，那么你就帮助他。如果自己有时候这个金钱呀周转不好的时候啊，那么朋友也有义务啊来帮助自己，这叫通财。劝善也是朋友互相规劝的，归过啊，彼此有过失的时候啊，也要那个规劝。无论是通财、劝善、归过啊，都要讲究心。心什么呢？心是诚实的意思，实实在在的意思。那么就是讲究实在，通财就是答应给朋友救济的时候就要救济，
那么这个劝善的话，规劝朋友，我们自己也做得到，这都是讲你信用啊。那少在怀之，对待年少的人呐、啊，就要用长者关心少年人的这种这个一种慈爱恩惠对待少年人，拿这样这个仁慈恩惠啊待少年人，少年人呢就会怀念这个自己，怀念你这个这样对待他的人，说这怀之。孔子有这三，我们比较比较，子路愿意用他的乘的车马，穿的衣服，这个皮衣，跟朋友共同使用，这是对待朋友啊，跟朋友之交，是对朋友这一轮是做到了。那么颜回呢，是无法善无事劳，无法善就自己做了任何有功德的事情，自己不必啊，不愿意啊，向外面表扬出来，这种道德是不错的，就是一般人自己做的功德的，不必让人知道，为什么呢？做功德是自己的事情，对人有任何好处，自己在这个培养道德方面，是自己那个修道的一种功夫，这种自修的功夫啊，不必让人家知道。这个善当然是就对人家，或包含拿这个财物，拿这个自己的能力、言语，来帮助人家，这个都是善行啊。无事劳呢，不愿意把一些劳苦的事情，这劳苦事情包括用体力，用自己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心力，这都是劳啊。不要把这些劳苦事情呢加给别人，叫人家去做。这种修养，这个志愿，无事劳是对没有分是哪一种人呢，是对待一切人如此啊。那自己做的善事情也没有指定对哪一种人呢，也是这个对待一切人如此，所以他又超越了朋友，朋友这是限于朋友这一轮的，他这是这个又扩展了，范围又大了，
那但是就事情方面来讲呢，是两种，一个是做点善事情，一个是就不要人家劳苦，是两桩事情。再拿孔夫子这三种来讲，对三种人，一个老者，也是朋友、少年人，这就把所有的人呢都包含进去了。老年人，朋友、少年人，朋友是无人之中的一种，老者呢是推己及人，对于自己家里的老年人，推广到外面对于一切老年人，少年人也是如此，对着家里的子弟推广出去啊，对到外面，所有的这个少年人，那么对老年人呢，让老年人能够安置，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三个之字，老者安置是对于老年人，让老年人能够安。朋友信之啊，拿信用对待朋友，这个怀之，这是指的少年。那这就是孔夫子啊，把一切老者、少者、朋友都这样关心他，都让他们能够啊，安之、信之、怀之啊，就像一个家长在家里边呢，对着家里老年人，这个下一辈的年轻人，把所有的人看的都是一家人一样啊，这个这种这个愿呢，这个志愿呢，那比起前面颜渊、子路，那又更高了。特别的时候，那个安置老者安置啊，当然是在这个生活上面，除了生活上面，最重要老年人呢，大家还没到老年的时候。老年人心安非常重要，老年人要叫老年人心安的话，包括他这个老年人对他家里的儿子、孙子，大家在一家里面都能和和气气的，生活都是无忧无虑的，这个老者心里才安呢。如果他家里面儿女、孙儿女有哪些人呢？生活出了问题了，或者是彼此不和，这个老者心里都不安呢。这还是讲世间法了，
出世间法，讲真正一个人真正安的时候啊，真正心安的时候啊，必须要学圣贤之道。不学圣贤之道啊，一个人想想很苦啊。从少年学业求学问题，到这个成年之后，事业问题，结了婚的家庭问题，结了婚以后家庭以后又有儿女的问题，多了，遇到老年。自己感觉到生老病死这些问题多得很，所以老者安之啊，包括他这个世间法的家里的儿女一切都平安，和睦相处。以至于他懂得圣贤之道，这才心安呢、所以这个老者安之啊，很简单，四个字。真正往里边研究，就知道这个不简单的。各位都是学佛的人，你想到，大家家里有老年人，有父母或者祖父母，你不得让这个一步一步的，引导家里老年人呢，懂得这个道，来学道，这才真正是。让家里老的人心安，少年人也是如此啊。少者怀之啊，怀之是不仅仅在这个物质上面的，重要是在教育方面把中国文化。这教育啊，让少年人都能接受这个良好的教育，让他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啊，这个少年人才是真正的来怀念孔夫子，所以这个。孔夫子讲这个三种，我们学啊就要学孔夫子。当然，前面两位我们也要学了，可是要能完全的这样，这个都能够往里边研究学的话，那就要学孔夫子这三者，都要往里边那样。来研究。一个人不受圣贤教育啊，无论活了多大年纪，越到后来越心里越不安。这大家可以逐渐体验出来，所以这一章就到此。下面呢，这一章，子曰：“夷夷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省自讼者也。”夷夷乎啊，开始这个感叹，
第一个椅子，当指子讲，这个第二个椅子，那是说话也好，作文也好，在一个用的一句话里面，后面一个字啊，它是表示啊结束的意思。就呼呢是一个是个感叹的话，一呼啊，所以作罢了，什么事啊？这个事情哎，不谈了，作罢了。为什么有什么是作罢呢？是不谈了呢？就是吾未见能见其过啊。我是孔夫子自己称呼，我没有见，还没有见过呢。见过什么呢？那个下面能见其过，下面这是个子句，这是个复杂句子，上面无未见，无未见是个主要这个句子，下面这个子句是能见呢，这个能见不是孔夫子无啊，是未见那种人，没有见过啊，谁能见其过，还没有见到那个人，那个人他能够见到啊自己的过失，而见到过失而内自松者也，这个也是在能见其过，能见其过而内自松者，跟这个他这个跟见其过内自松，都指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能见自己过失，见到自己过失而又自己松自己，松这个字就责备的意思，责备自己，那么这种人能见其过的人，而又能够自己责备自己的人，责备什么？自己哎，我为什么犯过啊？这个孔子说，我还没看见过这样的人呢。下面我们作为稍微分析一下。这个能见其过的是一种人，他能有过失，自己能够见到，这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普通人呢，往往犯了过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过失跟那个犯罪不同呢？犯罪是很严重的事情，这过失就无心呢，无心犯的一个过失啊，这过失或者是不合礼节的，或者是言语行为妨碍了他人，这就是无心之过。即使无心之过啊，一般人很难自己发现，而见其过啊，这种人就不错了。一犯了过失，自己一想，哎，这就不对了，就是犯过了。这个范围很广，最重要的是自己随时一言一行啊，自己能够反省，
自己不能反省的话，那很难。嗯，你比如说教书一般说，教书有什么故事啊？啊，教书犯的故事很多的。老师在这时候早期在联社办那个国文补习班，嗯，那时候请那个刘双桥老师，嗯，就是他名字叫刘如浩啊，浩字叫双桥啊，哎，请他，老师自己也教，也请刘双桥老师也教，嗯，刘双桥他说他每次讲了一篇文章回去啊，自己心里感觉不安呐，怎么不安呢？啊，这个讲解的不对，讲解错了。他每一次讲了之后回去，慢慢的、仔细的再回想所讲的有没有讲错误。他就这样跟老师这么说的。嗯，老师对他这样非常赞叹，嗯，这就知道自己能够自己反省。他教书的时候在讲，自己哪一知道啊，也不会说我要把书讲错了，没有这个意思啊，嗯，讲的不完全的，不是完全错误了，是讲的有点自己认为不满意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心里不安了。嗯，那么这是无心之过，一般人对于这个无心之过啊，一般人不肯自己反省，他自己就不知道。必须自己反省的话，他才知道啊。所以，能见其过这个不容易的事情，而内这个自诵这反省之后，自己讲书讲错了。就自己责备自己，今天不对啊，不对的时候，那明天再去讲，赶快补救啊，自己就要补救，就要修正啊，这就是自诵，千万不可以学现代的人。不但是无心之过，是有心的犯了很多过失，人家跟他讲他还不接受呢，明明是种过失，嗯，人家叫他道歉他始终不道歉的，这种人你没办法。那就孔夫子讲无疑乎啊，这个人罢了，没办法教了。孔子说疑乎，哪种人讲啊，自己有任何过失他自己不肯反省，人家告诉他他也不接受，绝对不会自己来责备自己的，这种人我们千万不要学。学道的人呢，必须要学着自己反省。所以《论语》开头在学而那一章里面，前面孔夫子讲，然后游子讲，后来就是曾子讲啊。曾子说是吾日三省吾身呐、啊，
为人谋而不忠乎？愚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啊，就曾子来讲，为人谋，他一定是忠的。对待朋友一定是信的。传孔子教给他的学问，他在教学生，他一定习来温习。但是他还要反省，就是说反省在就这三桩事啊，他有没有欠缺的地方？有欠缺就自己认为还不满意的地方呢，那就算是过失了。我们要学曾子就是这样学法。就是在不断的反省之中，不断的这个啊去改，有过然后就改，这个在学道上面才进步。这里讲自松，自松就自己责备，责备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在责备之后，就是啊，永久不再犯这个过失了。比如说我们无意之中说了一句话让人家受不了，让人家感觉很难过，这在说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啊，后来一想啊，这个是不对了，犯了过了，犯了过就是以后说话就要注意了，对任何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要让对方因为我这一句话让对方感觉到受了在心理上受不了。这就是自松啊，自松就是同样的故事以后就绝不再犯了，重要在此。现在看那个212页，子曰：“十世之义，必有忠信如母者也，不如母之好学也。十世之义，这个义啊，表示这是代表这是一个很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十世，至于十户人家，古人形容那个最小的村落啊，叫三家村，住了三家人物，三户人家这个村落里边，十世呢比三家村呢稍微大一点。住在十户人家这个，那现在讲从这个社区吧，这个社区里只有十户人家，这个小地方。虽然这个小地方呢，必有忠信如母者也，必然有忠信之人，讲忠讲信。如母者也，母是孔夫子称呼自己，必然呢
有像我一样的有忠心。下面就呢，不如谋之好学业啊。忠信虽有了，就是四十之一里面呢，这小地方也有忠信之人，加个必字，必定是有的。嗯，为什么必定是有呢？人人都有这个本性的忠信，就是啊，从本性里面出来的。嗯，所以任何人他都在本质上都有忠心，但是不如谋之好学，那个四十之一里面有忠心的人呢，本质上如孔夫子，但是他们不如孔夫子，为什么呢？孔夫子好学，那些本质有忠心的人呢，没有像孔夫子那样好学，所以这就有分别了，不同了。这就跟佛法所讲的人人都有本性啊，都有佛性成佛啊，那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成了佛了，东方这个药师佛也成了佛了，十方佛，那我们早得很呢。嗯，我们别说是佛，那个罗汉还没有到家，还没学得好呢。嗯，问题在哪里呀？本性个人都有，就是学没有学到。所以逼得要好学啊，好学从哪开始学呢？就从这个讲忠讲信。嗯，这个要学的话，只要自己愿意学，很容易。我们对待朋友，说一句话就算一句话，不但对朋友啊，对于任何人，我们这句话说出去算数啊。那这个讲这个忠，忠的时候，对自己、对他人，都要老老实实的呀。做任何事情呢，不要打折扣。这叫忠心。那么这个所以忠信呢，做的这个彻底的话，就能从世间的这个学术啊，贯通到出世间的学术。那么这个是
这张书我们就开始在前面讲孔夫子讲主重性呢、啊、主重性讲究学术要以中性为主啊，好学，好学就是除了研究学术研究这个学问必须按照这个学术啊讲这个道理去用功夫去去施行，就是前面一开头讲学而时习之，必须叫练习，这才是好学。说到这里时间到了。